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演员肖战。然后好久不见了。我知道，因为2周没有发周记了，因为是平日拍戏，真的有点时间太赶，然后每天回来呢都好累，然后不想让你们看到我那么疲惫的样子。所以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然后刚刚看了一下剧本，然后复习一下剧本，然后也预习一下剧本，然后收拾一下自己，然后录这个视频周记。这个视频周记不得不录，因为非常重要，划重点。因为19号我们会在广州参加腾讯视频举办的亚洲金曲大赏，然后我们 X9 呢会去参加。非常荣幸可以跟前辈们，然后一起去，很多很多前辈们，然后一起参加这个颁奖典礼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应援，为我们 X9 应援，然后希望可以在现场看到你们的身影，看到粉粉的你们，然后为我们 X9 独家的应援，好不好？你们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后盾。然后我现在拍戏就是很久没有见到他们，也没有见到你们，就很想念，很想念，很想念你们。而且现在拍戏真的好热，就像上一次去年的新学员说我，新学员的时候说夏天太热，然后妆一上去就流汗，素颜拍哦，这一次也差不多，没办法。戏服又很热很厚，然后一站出去，汗就开始马上流汗，根本止不住，然后很心疼化妆老师，化妆老师对不起，原谅我，但是还好我，皮肤还好，遮一下黑眼圈什么的就好，但就是这部剧大家都那么辛苦，然后。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，大家包括群众演员呀、主演们都好辛苦，都是在太阳下暴晒，所以希望大家的辛苦可以有所一个好好的收获。然后反正我就会尽力的去演好这个戏。好吧，这一周的周记就到这里，然后我很想念你们，然后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，19号我们在广州不见不散，好不好？记住我刚刚说的划重点，好吧，拜拜拜拜。